所有70岁及以上的年长者已经受邀接种冠病疫苗。随着疫苗供应的增加，政府将提前为60岁到69岁的年长者接种疫苗。所有60岁及以上的年长者可以上网 vaccine.gov.sg 报名，或到邻近的民众联络所或民众俱乐部预约。 疫苗接种计划也将扩大到从事必要服务的人员和染病或传染冠病风险较高的人士。他们包括邮差、送货员、小贩中心以及巴沙摊贩和老师。住在规模最大的5个客工宿舍并从未感染冠病的10000名客工将率先接种疫苗。请报名接种疫苗，保护您和您的家人。